对，希望是这辈子最后一次。烦哦！为什么每次非得把场面搞成这样？你什么时候才要抽烟啊？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，反正都懒得想清楚。那你这辈子应该没有机会抽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开始学会抽烟了？2个礼拜前啊，同事的朋友叫我。能课啊，我要去修。当代世界。之后，我觉得好像变跟之前不太一样。为什么？可能我不太习惯吧。虽然每次大家出去玩都很开心。每天都玩到很晚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喜欢一个人。每次跟你们喝酒，我其实也想好好大醉一场。谁知道大家酒量都那么差，到最后都是我来照顾那些。失控、失恋、想死。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我们要当局在一起，觉得好像每次聚在一起大家都那么痛苦，那这样聚在一起有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对我来说算是一种途径吧，暂时逃避一种途径，暂时也好。你说逃避现实吗？而且跟你们在一起，好像都显得没有那么错误。下学期要开始休学，对吗？哦，对啊，我明白我跟你们说。然后渐渐远离我们，怎么可能？其实我觉得，好像不能这样依赖你们。
近好像很忙，对吗？我有看你的动态消息，然后就没有跟你说话。最近还好吗？我最近开始上班，然后跟同事相处都还不错，然后现在晚上都有空，看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还是看电影，有空打给我一下好吗？数只，今天要吃哪一家好呢？老板，我今天是要两份。是一个人吗？